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可心，善美的姐姐。我注意到了大家对我减肥的故事特别感兴趣，所以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是怎么做到的，给大家带来我的一日三餐，然后介绍一下我的营养计划，还有我的健身计划。因为如果想减肥，必须两个都有。那给大家看看早餐我吃什么。首先呢，我喝点水，然后吃我的维生素，尤其是维生素 C。我一般吃3块面包干，然后上面放点果酱，然后呢还吃这个蛋白质的希腊原味蒜奶里还偶尔放点儿蜂蜜。一点点。地中海饮食呢，一天呢，每一顿餐呢，都会吃蛋白质、碳水化合物。还有脂肪，三个都少不了。那比如说呢，很多人会认为碳水化合物，那对身体不太重要呢，会容易增肥啊。但是其实不是这样，如果少的话，如果没有的话，那就我们的身体不想减脂了。所以其实呢，如果要健康的减肥要慢慢的，然后这些营养元素都少不了。这个酸奶有比较高的蛋白质，然后放点这个蜂蜜呢会更甜。我穿衣服了，现在给大家看看我有没有减脂啊，大家自己说。确实是减脂了，也减肥了。最近4个月，我减脂6公斤了，然后我都增肌肉了。大家看看。那么现在我带狗出去去散散步，因为我觉得啊，如果要真正减肥，不能只依靠你吃什么。啊，吃什么是很重要的，但是你必须多运动。一天呢，我尽量散步，至少有2、3次，然后至少有1万多步一天呢，然后去健身房，这样减肥减脂啊，就更健康啊。嗨，春天快到了。我准备去健身了。那锻炼之前呢，我要吃点零食呢。如果没有时间，我就拿一个蛋白棒，然后拿到健身房锻炼之前，快速的吃下。如果有时间，我一般会吃新鲜的水果或者吃点干果，但是干果要注意热量特别高呢，所以只能少吃。我一般如果吃干果的话，只能吃10到20克，特别少。那么，为什么上午和下午都会吃一个小零食呢？是因为呢，这个能帮助我加速我的新陈代谢，所以这样呢，我会更容易减脂。那就不要忘记了吃早餐。
然后吃一个小零食呢，再吃午餐，再吃零食，然后吃晚餐呢，一天大概会吃5次。现在准备做午餐呢，午餐是一日三餐最重要的一餐，可以多吃点儿，因为有时间消化，但是要吃的平衡健康。意面是很重要的，可以让你吃饱很长时间了。还会有蛋白质啊，蛋白质我这一次用金枪鱼。我给大家看看我经常吃的一道菜，也就是一个金枪鱼番茄酱的意面，啊，我经常做是因为，很快，很简单。我给大家看看怎么做吧，一起来。来一个小盘儿，里边放一点橄榄油，我一般的用是这个莫妮妮，大概有一勺。然后呢，打开。这个是 Calabria 当地的这个 Calibo 的一个品牌，啊，质量特别高啊，很喜欢。这个是160克的这个金枪鱼，把金枪鱼倒进盆里，这大概是一个人吃的，如果是两个人呢，那再放一个。然后加上番茄酱，这个木提很好吃的。两个人呢，大概我放半瓶儿，再加盐，开火，超简单了。放小火吧，然后煮15分钟了就好了。把面煮了，然后放。在一起，然后一起吃，很好吃，很有营养。再说有很多蛋白质了，因为我去健身了，所以健身完了我要吃蛋白质。好，这就是我的罗勒，再拿一点儿，好香哦。好，那这个金枪鱼酱里边，我再放点儿我自己的这个罗勒。会更香哦。这个已经做好了，然后同时呢，在这个锅里边放水了，然后再放一大勺盐。这样，然后等水开了，再放意面呢。我中午一般只吃80克意面呢，我吃什么都要称啊。这种面很好吃呢，是意大利当地的，我经常吃这个牌子。中午我一般会吃80克意面呢。那我男朋友当然比我吃得多，所以我买了这个锅呢，是在亚马逊上面买的，看看就是这么用的。这是我男朋友的，这是我的。煮完了，然后看看这个锅呢，特别好使啊，你就这样拿着，把面直接抬出来，然后很简单的放这个酱里。开动啦！很好吃。行，现在去上班喽。
我今天带上我这个颜色的包啊，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小店铺卖的一个种类。这个颜色我觉得今天跟我穿的颜色很般配啊，很漂亮。如果想查看的话，我们会放链接呢，去看还有别的种类和别的颜色，各种各样的。好，到办公室啦。嘿，上门也在。Ciao, sorella. Ciao. 今天我给大家看了我的一日三餐的减脂计划。嗯、你觉得我最近瘦不瘦？你以前瘦了很多，以前是个小肉丸儿。姐姐现在刚开始拍视频，还有点儿硬。对，还有点尴尬。确实有点。现在对我来说比较自然嘛。今天我都没有化妆，无所谓了。我刚开始拍视频的时候，要是头发不是特别完美，没有化妆的话，我就不拍了。现在就无所谓了，大家有看过我穿睡衣啊，啥都看到，比较真实嘛。对啊，我也是、今天起床了，我也比较真实啊。我起床就，我就喜欢看真实的人，就是那些特别完美的、拍的特别漂亮的视频，给很多的压力， 对不对？就是感觉跟我的生活没有什么可比性啊。哎，再说你就看他们，你会觉得，哎，我天哪，我为什么我起床我不像他们那样的？那个不是真的，他们起床就不是那么完美。那肯定的。那行啊，那你要下班了，我要上班。嗯，然后晚一些我会给大家看看我中午吃什么样的一个零食，下午吃什么样的零食。大伙儿给大家看看我下午吃什么样的零食。好，订了好多货，现在有点累了。那是零食时间呢，我今天下午吃点核桃，这个不能多吃了，记得，大概四个就够了。我终于回家了，天都黑了，下班了就直接回家了，然后现在准备做晚餐呢。啊，我这几天嗓子有点不舒服。都有点感冒了，所以我今天晚上想吃点有营养的暖和的啊、给大家看看我在超市里买了这个豆类汤啊，这个很快就能做完，只要煮15分钟，然后搭配鱼，因为我晚上比较爱吃鱼。这样更有营养，全部都倒进去了，这个都不用加盐了，然后等水开了再煮15分钟就好了。我晚上啊，我吃200克鱼啊，我今天买了是金头鳊鱼，很喜欢它的味道。在一个盘里放点橄榄油，一点点，这里好。这样，如果喜欢的话可以放点黑胡椒呢。水开了，还不错呀，看看。那再加点橄榄油，一点点。开动。吃完了还可以再吃一个小甜点，这就是99%的可可，确实有点苦，但是味道很
独特，然后基本上没有糖啊，质量特别高的。嗯，反正我刚开始有点觉得，哎，我的国野菜觉得味道有点太苦了，但是现在习惯了。那么今天就到这儿了，我给大家看了我的一日三餐，这个地中海式的营养计划我觉得很不错，因为反正我一天能吃好吃饱，然后反正吃的很朴素，我三餐都准备的比较快，都不要耗太长时间了，因为我没有时间，我要上班，我要去做很多东西了，但是我还是比较喜欢吃好，然后吃健康，然后我已经获得了比较好的成果。大家支持我，如果喜欢这种的视频，给我点个赞，然后关注转发，谢谢，下次见。